小伟阳送您的礼品，请将爱传递下去。
出有路的地方，睁眼亮着一下。在安塔拉城中草原亚洲输的最大，钢铁大街下埋藏中国人的世界，草原刚成为你揭开历史的新一页，民族的品牌可以接管 international， 味道商与国内外口碑的潮流，日本澳洲美国英国还有迪拜，这里的羊肉可以出口到了国外，有羊的呼麦声传过了天际，燕山的富丽大漠还有戈壁，古老的民居神秘的足迹带你探索这未知的领域，听说内蒙古的天气总是特别晴朗， yeah, yeah, 让你羡慕的蓝天白云还有宽广牧场，目标地点我们相约在大火锅，彩绘的图案排名让我们都一起说，当你听到这个节奏是否想动起来，就像是吃羊肉必定要选好的品牌，品质优秀才是他内心的潜在独白，内蒙的小伟羊炫彩活力的绽放舞台，我们一起 party all night， 分享着爱逍遥自在，激活的旅行打得动人的节拍，来自内部的我们特别豪迈，英雄的乞丐，从包头到中国第一羊这才最 fire、一直努力这过程不断学习，不会忘记神僧和汤多么神奇，在这里你会感觉离蓝天特别近，忘了那些烦恼，不再去想那些美景，在中国只要吃小伟羊，对的选择一定没错，味道特别棒，在中国只要吃小伟羊，是的属于包头的印象感觉不一样， Let's get it。